花莲人，你是哪里人？寿丰乡。哎，听说这位哥哥的妈妈也来到现场，在那边举个手吗？在哪边？在那边。哦，在那个地方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我们掌声欢迎。好，中间这位白色的是什么什么军？海军。海军哦，来，他也是花莲人，花莲哪边呢？玉里镇，玉里镇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还是蓝色的，对不对？蓝色是什么军？空军。你们是蓝色，你也是空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以后可以加入了，一样的。未来的小空军。我现在都开始喜欢蓝色了，不错。可是我是被逼的，因为学校的。他也是花莲人，他是在花莲市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他们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才能，刚刚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单一只手就把枪这样